来看一看啊，来瞧瞧看一看啊，胸口碎大石啊，来瞧瞧看一看啊。哎呀，可爱的小猴子啊，来看看。哎，再来一下。宗门人抓住了魔王之子，明天便在疯魔山组织。魔王之子，咱哥几个是不是趁这个机会逞个威风？嗯，你喝多了吧你啊！宗门这次指望杀那魔王之子以正威名呢。杀他？就你那本事，还是继续喝酒吧。你说什么？嗯，怎么了？啊！我说错了吧？哎，再说，你们说什么？魔王之子出山了，宗门人为什么要杀他？小姑娘，刚入江湖吧。哥哥只能奉劝你一句，这宗门做事最好别凑热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宗门这次铁了心要杀那魔王之子，哪一个小姑娘去凑热闹？宗门要是以为你去是救人的。你可就惨了，因为做坏事的人多，就不去救人了吗？小姑娘，这里面的因果啊，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。哥哥再奉劝你一句，混江湖的时候要审时度势，方能保住这条小命。唯唯诺诺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只要能分清善恶，做个好人，就招摇一点喽。你从哪儿学来这些蠢话？你说谁蠢呢？我说要出来做好事，就一定要做好事，这热闹我是凑定。酒酒呢？嗯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魔王之子，等着我来救你。